拿过去会伤了姐姐的心，姐姐的心会伤心。餐碗都在这里，他就是不用放这了，直接继续用，那多方便。摊开来这里就直接可以用，啊，就是我的碗，对，在这下面。那你把出来收了？那。哦。对，我就这次把这边清开一下，要放好。那边到时候也要清那个报纸，这边换一换的时候，报纸全部换一换，全部清走，那个当做摊开。那边要也要空下。哦。每次都想把它清掉，至少曾经有过那么的美好，不要连那样的美好都没有，至少我忘记了那个美好，但现在会把记忆装回来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尝试让它变美好，重要的精神。可以挂了，他们这样讲是吧？